说申 tutor 是因为你 return 不到，所以你申 tutor。但如果只是因为你 return 不到，你申 tutor 为了一个素位的话，我觉得没必要，也不值当。改用手指画，还是指甲油？我去年一次没被扎过，就是因为我去打了个蛇。就可能说对于那些比如说晚上那个非得带那个未登记房客进自己房间的那些人来讲，我就是带我朋友来住一下，我朋友也不会去危害其他的 resident， 他只是去我的房间，我们一起玩耍。我们负责的是大家的安全，你是你觉得你的朋友没有问题，你也会看好他，但是其他的宿生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尤其还有很多比如说 hall 里面是有未满18岁的未成年的人，那他们爸爸妈妈会很担心，就这样做是为了一个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如果你是一个 tutor， 你要站在一个相对于普通的 resident 来讲更高的一个角度去宏观的去看待整件事情。那其实上半年更惨一些。这说明他做得好，因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会得罪人，对吧？